应加果是一种原生伫美洲的植物，伊的营养价值丰富，对身体相当好。因此，原种向稻农民沿花木引进来种，平常时嘛开放予一般民众进行体验，嘛透过轻松趣味的方式，将应加果的好处推广予大家知影。小朋友将应加果的叶啊一片一片加落来，然后有一定数量的时阵，就开始准备制作茶米。对于安尼体验，小朋友都感觉真趣味。采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采过。这样采茶叶蛮好玩的，可以来闻茶叶的味道。要学就是泡茶，然后现在在捡那个等一下要泡茶的茶叶。一种很新的体验，就之前都没有这么近的看过这些树叶，然后也没有自己去泡、自己捡过茶叶泡过茶。应加果是一种原生地美洲的热带雨林的植物，因为伊的营养价值丰富，对身体健康是相当好。因此，原种乡就有一个农民引进入来，并且采用有机的方式来种植，并且毛开放民众来体验农事，就此来推广应加果。我们的这个应加果树很特别，那也很有这个教育参访的价值，所以就带我们学校的老师、小朋友、家长，我们总共有三台车，将近90位的师生家长一起过来，让小朋友看看这个我们在地的农场，栽种这个应加果的这个植物，那它可以提炼油品，那它的叶子也可以做成茶，所以就带小朋友来，那我们也是一个环境教育，那也是一个户外教育的参访。因为从那个网络上也好，外面所听的也好，反正还不错，它对人体的作用功能很好，它里面的成分有 Omega 369，尤其是三 Omega 三，它里面的成分对我们人体的心血管疾病很好，而且对三高也很好，所以来做一下可以帮忙一些农民也好，一些朋友也好，这样子。另外，为着让应加果的营养会当更加好来吸收，因此应加果往往买制作成真侪加工食品来食用。产品比如说有切酵素还有一些胶囊了手工皂了、化妆品之类的，我们精心制作的就是使用那个大气压的榨油方法、工法不一样。相信小朋友啉了家己制成的茶米，都会感觉到一阵回甘的香味。也期待透过轻松趣味的方式，让应加果的好处，让更加多人知影。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。